这个号老王一定估不准，我自己都他妈看不懂啊！买家说的，哇，129的龙宫，兄弟们，又是一个满休时段的血号。哎呦，我他妈的又来了一个298，比130简易极限灵力还高了一点，而且今年的龙宫还必然归来。哎呦我去，还他妈有护盾蛇卵，护盾蛇卵啊！兄弟们，护盾蛇卵咋算钱呀？现在这门派都灭门了。修炼辅助和师门技能共算11000。129级的武丹再加500，多只特殊祥瑞总共给1000，浪淘沙锦衣算900，其余几件共加950。法杖91，神器挺好，1500。时段的长飞牛号罩1000来块钱，腰带时段的1000出头，鞋子时段的1000出头，三件装备的话卖个3600块钱。至于这把扇子的价格，最让老王头疼。李某双价高伤害，蒙了个1800的价格。这条专用梦想项链在门派对的情况下，老王本次估价给加了个10000，是一段历耐双加的高仿衣服，最后算个2500。后排两个灵芝共加400，双法商议法结的6段戒指给1000，主属性不对的耳饰再加800，第一只魔爆波的须弥给1800，剩下8只让老王摸不着头脑的蛇卵，在当前版本压根无法估价。有个蛇卵还他妈带龙魂呢，这蛇卵多少钱一个？兄弟们一脸懵逼。龙魂当年在蛇卵上用的时候，龙魂20000块钱一本。好了兄弟们，不算蛇卵的话是37000，要不然我们蛇卵就不加钱了，直接看差价就知道蛇卵多少钱了。而号主最终是以4个 W 拿下此号，提前备战迎接4月大改即将加强归来的龙宫。道具还有几件法系套装，仓库则除了存放一些道具外没有太大的惊喜。最后也恭喜号主拿下自己喜欢的一起龙，